我是姚竹，大家好。然后呢，我们昨天到了那个洛杉矶之后呢，今天睡醒了一看，哗啦啦下大雨了，哎，也不算大吧，就是中雨。然后呢，那我就决定直接去旧金山吧，因为旧金山的话呢，这时候黑五的话，旧金山其实是比洛杉矶价格稍微好一些的，而且有一些那个旧金山它的那个店啊什么的，就是从正常不是晚上就关了嘛，它正常是从晚上6点开黑五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的店是开到夜里2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各种呵呵逛商店、逛商场。然后呢，那我们今天就直接去旧金山，就是其实之前几次都差不多黑五的时候来嘛。南加州的那个天气真的特别的暖，都20多度，然后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温度和天气都不太好，希望过两天可以转晴。本来你说我来了这么多次南加州，还没走过1号高速呢，结果本来计划这次走，结果下雨又走不成了。我觉得安全第一吧，主要是安全抵达之后可以购物，哈哈。好吧，那我们一会儿到了旧金山再说。刚刚下完雨，哎呦，肠子都悔青了，就下这么一会儿，然后就没去成这个1号公路，要不然这时候这样欣赏那个海边的风景得多美呀。不过没关系，在这儿欣赏一下也挺好的，超级无敌的美。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，就是蓝蓝白白，然后相机就算叫做什么不太清晰，拍出来都比本身相机的本身的水平要清晰了，好漂亮呀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小镇，中间想休息一下，然后就从高速上下来了，名字叫做 Glen Oaks， 可能是啊，这个发音不知道对不对，但这些小房子是特别像新西兰的，然后小路啊，然后有蓝天白云，然后干净的小路，然后有小院，特别喜欢，特别可爱。我们欣赏一下这条路吧，美美的，漂漂的，周边那些小房子多可爱，好像新西兰啊，太像了，等我回新西兰再给你们好好拍啊。对，刚才还蓝天白云呢，现在就雪山了，真漂亮。这有点像南岛，新西兰南岛。然后刚才从那个导航里面看，就是雪山下面有一个湖，哎，前面这有五毛毛岛主山，很美呀。看看这边在炫吧，但我这腿脚就算了吧，懒得爬。这应该是一个人的房车，哎，这房车旅行的，这个好。大景儿，大景儿，这条公路也是第一次看。行啊，这条路上的景儿。今天正好是云彩都挡住了。哇，右边的这个颜色可真漂亮，肉眼看更好看，就是都不知道是什么了，天是天，云彩是云彩，那边还有人在烧火，不知道在烧什么。这块是应该有个小加油站，路过了一个商业区，仔细看看吧，应该是奥特莱斯啊。这没时间了，买买买。哎呦，这颠，感觉这云彩都要掉地上了，超级的美。
掉地上的云彩。